说话。好，好，那个就是我们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。对，差不多。今天大家都把这边当演唱会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吗？今天上来，因为以往来这边可能就会有点喝醉啊，或者是对心碎啊这样。今天上来的人都认真想要来，谢谢，都认真想要来唱歌。我刚才误认以为他们是情侣。他们不是吗？不是，他们不是、哦，他们很和谐，不觉得很和谐？还是分手了？不好意思说，不是，他们是连认识都不认识，哈，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，对，很厉害，那可以认识一下啊，很厉害，对，可以认识一下，对，以歌会友，对，以歌会友，对对对，好，来 ，Go， 好，那我们就来个，我们来唱我们想唱的最后一首歌，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你点啊，我吗？对，你想唱什么？快乐的歌好了啦，快乐的歌好不好？阿妹的歌吧，好，那我们一个，都可以啊，好，我们唱那个比较久一点，好了吧？好，送给大家那个比较开心的歌，然后我们准备要来做结尾的尾声。然后呢，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，其实在明天的晚上，对，我们有一个族语的团体哦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团员没有来，对，是这个 OST 泰雅的后代，对，然后我们都、就是前面看到的那一张、我们都是唱族语歌，可是因为团员没有来，我们没有办法唱，对，但大致上我们的族语歌就是这样唱，对。好，我刚才唱的呢是泰雅族语，这个意思呢就是非常喜欢的意思。对。然后我们在明天呢，在 KK Tix 上面呢，有卖票。我们会在 KK Live 上面有这个全泰雅族语的这个线上演唱会。对，但是呢，只卖票到今天晚上12点。然后明天呢，大家都可以在线上观看。对，然后都是已经拍好的，所以我们才会现在看起来如此狼狈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扫我们的这个 QR code 在前面。前面。然后上面会有一些连结，然后你昨天也发了一个文是预告，对不对？大家也可以去看整个 quality， 对，非常的好。所以只要200块的话是非常的便宜的，对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台湾的原住民音乐，然后我们是泰雅的后代，对。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，开心的歌 ，Go。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有点年代了，有听过的都有点年纪。Into the sky， 你的爱让我的心
起来，把我心窗打开，让我爱又变成爱、yeah、怎么做怎么说我不怎么做怎么说我不愿受伤害，还还还 into the sky， 你的爱让我热情嗨起来，把我心中伤害，还还还怎么做怎么说我不愿受伤害，你的爱给我这都飞起来，送给大家，嗨嗨嗨！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在新北京的街唱就到此段到一个段落。然后四月一号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在那个西门町的 A 点，就是六号出口一出来的地方，晚上的六点。但如果想知道我们更多介绍的详细资讯呢，欢迎大家都可以扫前面的 QR code 去粉丝专页啊、我们就会公告我们每一次介绍的时程。是的。然后今天谢谢大家，晚安，辛苦了，谢谢，拜拜。